势已经很明朗。没有容错，坐在这干嘛？零分又怎样？谁敢跟我悍跳？人生不能两两没别天，霹雳卡霹雳达拉，小不笑话，狼杀杀到手锯断，你瞒着我吗？闪耀，这个背金水。很抱歉，游戏已经结束了。干嘛？什么？喝酒，我要喝。昨天是喝多少啦？你在干嘛？没有。没有，我跟你讲，伟信就是失恋没，所以我们就陪他喝酒到天亮啊。我没错，我很清醒。不是，我也还可以喝。好了，算什么？他算什么？好了，不要再闹。我跟你讲，陪走，都直线的，直线的。我跟你讲，写个我的妈。我约人家，叫你写，跟你东西算。我们喝酒，你还约人？对呀、啊，一起喝是不是？我约人家写歌啦。谁啦？谁？很厉害的一个人。怎么可能？有，哎哇，哇！是维里安，哎，是维里安，维里安耶 ！Hello， 是真的？应该是真的，是维里安。真的耶！哇，对啦，怎么可能？你维里安不是李安导演的？李安导演。真的是维里安吗？你知道是李安导演的？对啊，真的啦！因为他还带了一个星星。哦，真的是维里安。对，我带了我的新专辑来这边。有专辑不会骗人啊 ！Oh my god！ 真的是哦，零九的朋友是不是？零九的朋友，你怎么认识这么大咖的朋友？可以介绍一个英文的酒吧认识的。你怎么可能？你在那边不可能会讲话。你们是讲什么？你们怎么交谈？李安是讲英文的吗？我们两个讲中文，其他人讲英文。这样大家就听不懂。你英文 OK 吗？可以啊。Hi everybody, I'm Weber. So nice to be here. Wow. Weber. Tell me about the album. What's the album title? Oh yeah. My album title is I'm More Sober When I'm Drunk. It's my debut English album. All 9 songs, all written by me. When could you do some translation for us? Drunk. Why? Give me why. Urban, new urban. English urban. Yeah. Okay. Say what? You introducing your friend. Yeah. So he is. Yes. No. You just tell me he is. What's your job? I don't know. What's his name? My job. Name. No. He's called.Weber 但是我们在英文聊的同时，他还有带吉他来，一看就是才子。对，因为今天来写歌嘛。对，好想听啊！最近有一首歌超红，超过1500万点阅率。如果可以有这个荣幸唱那首歌的话，我觉得会非常的荣幸。好的 ，Q 歌名，他刚才有在维 Q 歌，没有？有没有唱到我的？是，如果可以的话，如果可以有这个荣幸，在我们五色，如果可以吗？如果我们有荣幸听到，可以，没问题。Oh my god！ 太棒了。那要唱什么歌？我们要唱《如果可以》。OK， 掌声欢迎。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让时间停止那一场雨，只想拥抱你在身边的证据，闻你的呼吸。一眨眼，一万年，留给我别困住你。如果可以，茫茫人海千年，你眼相遇，月光下转身，那就是你。红线划过深层轮回的秘密，我花光运气，你是我。赌上世界的决定。
可以。好的，你对我清醒。我们现在已经分完两队了嘛，然后每一棒呢有三球的机会。譬如说我丢到你们那边的苦瓜汁，你就直接喝，三个人都要喝。那整个三棒都玩完之后呢，喝的最多的那一队就是输了，输了还有一个惩罚哦，就是你给我垫垫。所以今天就是一路上都是很惩罚的。来，你开始，第一棒我，你们两个吗？来，来，我猜拳，看谁先。剪刀石头布，剪刀布。好来，好，你先，好了，使劲，没了，没了，哦哦，怎么样？没问题，有呀，有了，没了，有呀，有了，没了，好脸臭，没了，谁敢来？没有，不过这个三个人我们都要喝吗？对对对，三个人都要喝，哇，来 cheers， 啊，哇，很会喝啦。下水晶的力量，哇 ！Yes， 第二棒，第二棒，秘密 ，Weber， 你秘密，刚忘记讲了，可谈桌可不谈桌，也可以直接瞄准吗？石头布，布啊 ，Nice， 我先，可以，看你，看你要 ，Show him， 我跟你讲 ，Weber 平常就是在外面玩的游戏，说酒局他称霸的游戏，来 ，Weber， 来 ，Weber， 哇哇哇 ，Show him your skills， 哎，哎 ，Weber。Good job! Weber 给你们了，焦本凡，焦本凡 ，Y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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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 ，Weber come here， 好 ，Welcome here， 随缘随缘 ，Oh my god， 我差点骂平蛋，平蛋，哎，什么？苦瓜汁，苦瓜汁，哎，苦瓜汁今天重头戏哦，很臭，哇哇 ，Cheers， 没关系，我们待会再继续来 ，Cheers。好，我的味道好重啊！等一下，威伯救他，赶快带他回家，他很晕的。什么东西？哎，好晕，好想吐啊！没关系，你拿一小，拿掉，不用不用拿掉，好，继续继续，想吐。还有一个机会，还有一个机会，好。哎哦，来选哪一个？苦瓜汁那一个，老那个，苦瓜汁那一个，老那个，老那个，老那个，是罗小芒、焦凡凡、焦凡凡 ，Yes， 对对对对对，有用力，冲的苦瓜汁很，没有压力，没有压力，他们还没喝哎，他们还没喝，来猜拳，猜拳，剪刀石头布啊。你要先还好，你没有换哦，没有你先，你问我先哦。哎，风泽也很会玩这个，其实风泽很会玩这种游戏。好好，我感觉不到。好啦，给他们喝苦瓜汁。陈林教，你不要闹。哎，陈林教，陈林教，陈林教，有别的饮料会喝。Thank you。好的，三位已经微微的牵起一些线了，但是我们最想牵的就是你们两位的红线，月老线，红线，月老线。所以待会呢，李安可以边唱，如果可以，对，然后唱到一个你知道点到了，就把小赖牵走。我会说 ，Weber，
按。OK， 这种感觉你们就会触电成功，触电哦。这样我会永远都准备不好。来，情境剧来 ，Action！ 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回到那天下。让时间浪漫，看眼镜，眼镜，对，你们要对。一场雨，只想拥抱。一把抓下去。啊！三二一。有到这样吗？哇！哎，怎么样？你们都很紧呢。穿到比较穿到，他穿到比较慢，所以我们现在垫他垫到你那边，有感觉，对啊，我们很小，怎么样？感觉不错，我真有触电啊，真的有，真的有触电，真的有啊，应该是这种感觉。好了，那刚有发了那个全新的英文专辑，是刚有唱，如果可以，那可不可以为我们带来专辑的一首歌？好的，好的，没有问题。好，今天要带来的是 Don't Show It， 欢迎。Stuck in the rain, same old mistake. I went heading with no plan. I'm right around the corner. Think I'll bump into you. What the hell am I doing? Playing dumb again. And every time you try to reach and every time you lie, don't you show it.Don't you show it. And every time you try to see her and you can't hold back, don't you show it. Don't you show it that you're a mess. Can't even tell the days have gone. And no more smile when you show up.Don't show it。好的，今天李安好不容易到我们宿舍，好好的来跟你聊聊天，但是要先恭喜你，因为如果可以，已经突破1500万点阅。而且他的英文专辑也是霸榜哦，直接是冠军，所以等于是双语冠军，华语的跟英语的都是 Weber 来，谢谢，心情如何？心情非常的爽，没有，因为就是蛮意料之外的，对啊，因为发英文不太知道说就是市场反应，大家会不会喜欢？对啊，那如果可以的话，其实我记得我很久之前就有看试片。看那个月老的初剪，我光看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完了，我以后这首歌要唱很久很久，就会觉得开始有感觉，觉得会重，因为那个电影一看就觉得会重，对，所以就不是因为哦，觉得这部电影搭了我的歌，它一定会重，那是我的歌搭了它，对，搭便车这样。今年最红的就是这首，真的是这首，对，在年底，对，就是还蛮 surprise。有没有哪一幕让你觉得感动，或者你在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怎么样？是你看完了之后，然后再去消化，然后就把那个副歌的旋律先写出来。是我们先 Jerry C 找我，然后那个时候电影好像正在拍，还是还没有拍？对，但是他有跟我讲整个电影的剧情，因为他是小说改编嘛，月老，所以他就跟我讲剧情，我没有看过小说，但光一讲那个 idea 就觉得说哦很有感觉，那我们就先写这个歌，然后再拿给导演听。然后导演就觉得说哇，好适合这部电影那样，真的很好听。谢谢九把刀，因为这首歌的魅力之一是它的真假音转换，然后会很高，非常高。对，你定这首 key 的时候，有没有是不是很觉得？我很想杀掉 Jerry C。是他定的？是你定的吗？我进去写的时候，他是这样，他先把 track 做出来。对，所以你现在听到的编曲，其实就跟他最一开始我去他家一起写歌的时候。听起来大概就是那个样子，差不多了。对，那后来定 key 的时候，我有点忘记我们有没有讨论还是怎么样的，但就是比如说降 key 或什么的，他觉得差一点，对，就是那个刺激度，因为到副歌的时候，就是用那种。很撕心裂肺的感觉，有哎，超级无敌难唱的，没错啊，因为这首歌真的，大家唱的话都要降一点 key， 因为李安剧本就很高，对对对对，因为我前面看到一个板子写说要邀请吴建中挑战，不要，我们
安静到不行，完全没有人想要带 Q 版，没有人来看 Q 版。哎，我们那边 key 最高的可能就是你，你来试试看原 key。可是这首真的很难，这首真的很高。我们来试试看，你而已，我们我也，我们先派出代表啊。应该是你吧？我唱，我唱过了。维利安说我很好看。有歌词吗？有，来，请看。如果可以，对对对，这是原曲。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可以。让世界那一场雨，只想拥抱你在身边的证据，闻你的呼吸，一眨眼，一万年，留给我别困住你。我今天听的歌还好，因为我想要跟李安一起唱首歌，好听啊！天哪，唱这首歌，可是那真的很会冒冷汗的，唱这首歌。对啊，我每次现场表演到那边都很紧张。你有想说 live 不要尽量不要唱到这首歌吗？可是不可能，那他一定会。对，所以我看完电影就觉得说完蛋了。我还跟我的唱歌老师说，我们要开始好好练这首歌。天哪，哎，很厉害。那因为这次刚好也出了英文专辑嘛，为什么这次会想要有这个想法？你是不是跳过你自己要唱的歌？我已经唱过，没有，试一下。你我们时间太长了，剪一个，剪一个，其他人，你试试看，我也不让你唱，我也不让你唱，可以。来，之前挑战的很棒，很棒。来，那 key 在哪？哦，老师在给我们歌。啊，如果可以，如果可以，来，反正什么歌啊？如果可以吗？如果可以吗？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让时间停止那一场雨，只想拥抱你。谢谢。真的很难唱。那这是为什么说唱这个？你为什么想要出英文专辑？出英文专辑是想很久了，就很想要做英文的作品那样子。然后一开始本来想说，过去有累积一些歌，然后同时也在写，本来想说出 EP 就好，但是写，好像够了，歌对够，然后讲这个故事好像很完整这样子，对啊，所以就发英文专辑。因为它封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你看这个，对。来 ，I'm more sober when I'm drunk。就他，可是这不合理啊！哪里有人翻译是什么？不是我，就是我清醒的时候，我喝醉的时候是我最清醒的时候。对，可是哪里有人？其实是很矛盾的。对啊，因为我喝酒的时候，我是就是懵的，只有懵。没有，我跟你讲，就是这时候是失恋的人才会最清醒。哎，你很懂，什么意思？怎么了？这是你很情伤的时候写出来的歌吗？对，就是一个疗伤的过程。你不要再让我疗伤好吗？然后呢？你是有经历这整个状态？对，算是有某一些经历在里面。这我想到这个概念的时候，我自己很喜欢，因为它有一个冲突感嘛。对，就想说喝醉了怎么可能是清醒？对啊。但是你喝醉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比较会讲出某一些心底话？我自己容易这样啊。对，所以就会发现说，哦，原来我是这样子在想。所以那个时候是跟谁讲心底话？你在喝醉的时候？有时候是跟着镜子讲那种。啊。对，这么恐怖。喝醉了，对。那你会在镜子面前落泪吗？说李安别哭。没有了，太开眼疯了。好了，那最后好好的再宣传一下这次的英文专辑。好的，好的，我的最新的英文专辑《I'm More Sober When I'm Drunk》已经在所有的数位平台发行，然后也有实体跟我首次发行的黑胶，然后也欢迎大家去我的 YouTube 频道要订阅、开启小铃铛，因为就是现在应该都已经上线了我所有的影集，然后跟所有的歌词 MV 都在上面，希望大家喜欢。好的，一定要多多支持维里安全新英文专辑《我最清醒》。今天谢谢李安来个找我，谢谢，谢谢，谢谢。